本短片是由国信工程 NCE 介绍西门子 3VL MCCB 的简单操作。首先是看看怎样识别你的 MCCB。 MCCB 主要的参数有框架的大小、额定的电流、短路电流的设定、过载电流的设定和短路抵受电流。跟住放低曬螺絲。